Teman-teman, kembali ke channel aku. Hari ini mau ngopi. Kopinya itu sangat sederhana. Kopinya itu di pinggir jalan. Sebab itu harganya sangat lumayan murah. Dia sekitar 40 dan 50 NT Taiwan dolar. Dan jualannya di pinggir jalan. Dan bisa menghasilkan uang lumayan. Dan itu sangat-sangat sederhana. Yuk, ikutin aja ya.哪里？在那个往那边直走啊，往那边。不行不行，等一下，晚一点。啊？为什么？我不知道。买咖啡吗？对对对。啊，现在还有吗？现在没有了。没有了。因为怎么讲，他的咖啡是比较贵，而且他的咖啡豆是好像。它是我好可爱，怎么讲？从别国家来的。这个咖啡都是从别的国家来的。它很多种，可是它卖还算很贵。那有给人家有那个选择的选择，说我要喝什么样的咖啡？对对对对。我没有带啊。我为什么不给人家选择？因为比如说你喝很多。很多种，这个是很雅的，它这个是曼特里。你给那有选择的余地。哎，我不要加糖吗？我知道，啊，都是黑咖啡嘛。原来叫老贝我。哦，我一个叫，叫老贝啊。这是老贝。唱歌唱一贝一贝在叫，那声音较甜。在家里泡也是这样子的。
我上一次去那个公园，有一个卖咖啡，他用推的，用摩托车。嗯嗯嗯。哦，他很仔细哦，他那个还要闻一下，哦，专业。哦，我这个人多，我没有办法上号。对。我一次有时候来一次来就是这样子，有时候这样子不够，还要再加一个。嗯。但他们用那个细嘴的，那个细嘴的，我没有办法，你还要。对，他们是那个很细很细那个。那个还要加，我用这个，我用这样子可以控制到很好，就算才厉害。他用那个细嘴的。我还要大的装小的，然后再这样子，我这个手啊都已经快要断了。泡出来好喝是最要紧。嗯，对啊。我有啊，那个细嘴的那个有哦，那个在慢慢拉。那个很慢。那个很慢啊，来不及了，我这样来不及了。Yeah.